泰国普吉岛乐活之旅第三天，我们来到了哇，月榕庄集团三家酒店里面最顶级的月榕庄班扬去啦。大家好，还是 Sophie。阿迪卡，你好。你好，哎 ，Sophie 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？就是月榕庄跟之前我们住的另外两家月春跟月莲最大的不同在哪里？这个首先呢我们月榕庄是旗舰店，就是全球月榕庄的第一家。是。第二呢，我们全部都是永式别墅，向往的是一种 sense of century， 就是给客人以独立性私密性为主的一个度假胜地。真的非常私密，你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地方，哇，这个泳池是私人的还是公用的？这个泳池当然是私人的。真的假的？你看。这么大哎！因为这个房间是550平米，然后550平米，感觉可以在里面跑马拉松了，可以跑好几圈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哇，一定会瘦。而且最夸张的是，那个是什么东西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这个是我们的SPA沙龙，就是凡是入住的客人呢，都会有免费的无限次的按摩。无限次？我有没有听错？这房间挑高好高啊，而且你看一下这是什么莲花池，哎，我们整个卧房被莲花池所围绕。你知道莲花池在这个泰国是最圣洁的一种植物，对不对？哇，所以感觉你看我躺在这张床上，每天早上啊起来就看到莲花，感觉自己快要变成释迦牟尼佛。对，而且这个房型啊，每天下午4点钟都有service， 然后呢，他还可以选这个枕头，还有这个床铺的布料。这个浴室好大啊！而且我想听一下，为什么会分左右两边呢、啊？两边这个是什么？因为月榕庄呢是分他的和他的，就是黑伞和长伞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是给女生，就包括女生。这边两个床呢？里面的用品都可以带。好，用品，但包包不能带，对不对？哦、包包可以买。哦、难怪这些女生用的最就没有刮胡刀，那我就检查一下这边男生用的是不是会有刮胡刀呢？哎，真的有哎，所以刚好就这个是一个三坑吧，美人浴，好、哦、贵妃浴，就在这里啊，对不对？比较适合那个度蜜月的情侣，度蜜月的情侣，对，太棒了，那我马上要预约了，赶快赶快哦。我们接下来还会看更多豪华的房型。好，等一下决定还不迟。好，走。哇，你看这客厅怎么这么大？哇，这个餐桌有6张椅子，然后沙发，双人沙发，4人座椅子。厨房，因为这个房型主要是给家庭为单位的旅客进行的，所以它会哦，所以最多可以住4个大人1个小孩。对的。哎，你看一下这个厨房，哎，真的很像我自己家的厨房一样，对不对？哦，最喜欢这种泰式的发呆床了，你看它还有个三角的抱枕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就这样子靠着？对啊，坐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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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读读书，喝个下午茶，然后两个人说回家，我们不要工作。哎，说得好，真的太棒了。你知道我真的很喜欢坐在这边啊，看那个 villa 的感觉，你知道怎么样吗？是因为会有一种感觉自己好像当泰国皇室家族的感觉。来到月榕庄呢，如果你没有体验过月榕 SPA 的话，那你已经白来了。月榕 SPA 在全球来说呢，肯定是数一数二知名的酒店 SPA 品牌，因为呢，在普吉岛这边，它有专门的按摩学院，
里面呢有15个老师，那么总共到现在为止已经训练过超过1800位学员了。上 SPA 是方老师，在这边做 SPA 呢，最好的地方就是它有25间呢别具新材的恩泰式凉亭，里面的装潢非常的特别，跟着我进去瞧瞧吧。这里真的很棒，尤其你看，我很喜欢这个透明的这个椅子，有没有？可以坐在泳池，一边把酒言欢啊，一边啊欣赏。有没有和我一样爱上普吉岛月榕庄呢？最后呢，玩乐主播呢想要借由这个天灯呢，泰国人放天灯的习惯呢，给大家来祈福。所有帮我影片按赞分享的人呢，都会得到平安、喜乐和健康。